子什么那些咋睡呢？跟着800多头羊待在一起，我不知道，我很难想象。大叔，一半了吗？一半了。怎么在这样情况下生存？开往成都方向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。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夫妻，那么彼此珍惜真爱。我要一个人养育两个孩子，妈妈一会就回家了，抱起砖头就没办法抱孩子。可以跟我一起睡吗？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跑。多去工作，多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，多让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好一点。黄宇说过，就是一家医院，进来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治愈感，找到了自己童年的秘密基地。我还想去找一找，不需要任何人给我肯定，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事情。来了，准备啊，走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太阳强烈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泥土高健，不打面颊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。